干嘛了？好啦，我哋今日嘅記者招待會開始啦。咁大家好，好啊，多謝大家咧，各位記者嚟做今日嘅培生擂台嘅記者招待會啦，同埋都歡迎喺 channel 睇緊獨家直播嘅會員。我係今日嘅主持同埋公關代表黃子健 Ivan。咁自2月18號，鍾培生先生 Darren 咧喺社交媒體向林作先生啦發出打擂台嘅邀請咧，都引起咗社會各界對事件關注。咁今日嘅記者會咧，其實就係希望正式公布聯賽嘅進度同埋細節嘅。作為香港人，呢兩個星期熱話咧 ，Darren 當然唔會令大家失望啦。經過多番磋商咧，兩人咧已經簽訂咗合約啦。鍾培生先生同埋林作先生咧，將會上擂台一戰。進行一場萬眾矚目的盛事，而香港人講廣東話在香港打，當然是會簽中文的合約。合約的內容就如下的，賽事會以拳擊形式進行，賽事以四個回合，每個回合兩分鐘進行。鍾培生 Darren 出賽時會有限重，而磅重就會在賽事前一日進行。鍾培生的重量如果超過合約的規定，可以於1.5小時內咧減至合約所指的重量。如果無法守約咧，對手可以直接判技術勝出。不過咧，如果雙方經過協商之後咧，仍然可以安排比賽。超重一方咧需要賠償對手每0.5kg $10,000，而林作係冇限重呢個限制嘅。比賽當日咧佩戴嘅拳套為10 ounce。Darren 咧同意，無論比賽結果如何咧，賽後咧都要向林作支付表演和出賽費用港幣100萬元正。合約咧各方免除，合約各方因為拳擊賽事引致拳手之死亡、受傷的任何責任，包括但不限於日後的法律追討賠償，拳手咧亦都承諾不能向主辦方及有關人士追討。但如果林作違反合約，包括但不限於咧唔出席嘅賽事，鍾培生先生 Darren 咧亦都唔需要付上述費用，而林作亦都要賠償期間嘅所有宣傳廣告支出。咁而咧呢個摘要咧嘅文字版本已經喺大家手上嘅 press release 會有噶啦。拳賽咧最確實嘅日期咧就未有最終定案，但係暫定會喺9月打嘅，當中咧會有4至6場拳賽，包括一啲職業級選手啦、網絡紅人，同埋當然係萬眾期待嘅鍾培生先生同林作先生嘅決賽啦。咁我哋講拳賽嘅細節就講到呢度，咁或者我哋而家請 Darren 同大家分享兩句啊。Thank you, Elson。Thank you 咁多位記者。Thank you 喺屋企睇緊培生培生嘅會員。咁呢件事咧都經歷咗咁多，咁前因後果就唔解釋咁多啦。咁我前幾日就喺 IG 度出咗 post 啦，喺國際嘅社交媒體講咗話，我已經簽埋合約開始打。咁有好多人都見到咧，有甲方、乙方同埋丙方嘅。咁甲方咧就係呢件事咧就將會由我公司 Hong Kong Esports 全力去主辦 under A side。咁所以所有嘅版權、所有嘅版權、所有嘅權益咧都由我所有嘅。咁而乙方咧就係我自己作為一個選手嘅身份去出席，而丙方咧就係林作。咁而咧，成個 production 咧就會將佢俾邵影嘅製作啦，咁啊 Joshua 咧去全權去主導呢一場嘅賽事嘅。咁合約嘅內容啦，啱啱 Elson 啦都同大家講咗少少啦，我哋將會係打4個回合，10 ounce拳套，每個回合2分鐘。咁而咧，我已經簽過心死狀噶啦。咁同時咧，阿林作咧就會係重我大概10多磅，咁佢高我1cm 左右，但系咧佢就唔會限磅，而我而家大約體重係大概61左右。而我的限磅是不會 up to 67，基本上都不會，林作應該就是大概69的，以我們律師溝通的時候，所以我也不會超過磅，所以在磅數方面有沒有問題。至於場地方面，我們9月中應該就會大致就香港大的場地也會有觀眾去入來，由於我出場費一定會高過林作很多倍，所以這件事是會賣飛和現場觀眾，咁亦都係一切咧會跟翻政府嘅限聚令有關啦，去做呢個咁嘅試停室。咁而咧所有得翻嚟嘅收益咧，都會係攞嚟去捐俾 Jared Dot Love 去回饋我嘅會員啦。咁亦都有慈善機構啦、善學啦，同埋微小行動嘅。咁呢件事咧，咁亦都係我一直以嚟係長期支持香港嘅拳擊。咁亦都之前喺 YouTube 度搞個培生嘅擂台。咁所以咧，
亦都會有六個月嘅時間去做呢個場地嘅準備，亦都會想邀請各行各即係各位嘅拳手咧去參加呢一場嘅城市去 share 呢個 ring 嘅。咁當中會有四到六場啦，就有一啲咧就係世界級嘅拳王啦，咁亦都係香港本地拳壇嘅 legends 啦，會有啲 YouTuber 啦，甚至係藝人咧去參賽嘅。咁而家都係協商緊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呢件事之後咧，亦都可以揾我哋去傾去參賽。咁呢一個娛樂盛事啦，係將會係不惜成本去令到成個製作係最大規模嘅拳擊賽事喺香港，甚至係娛樂嘅盛事。咁我哋會揾到香港 top 嘅 band 啦、藝人啦，佢有好多嘅表演咧，去令到呢件事咧更加係可觀嘅。咁當然啦，門票係唔會平，咁亦都係講咗啦。咁呢啲門票咧，亦都係會係攞嚟捐啦，同埋攞嚟俾我哋 Derek God Love 回饋會員嘅。咁而入咗我會員嘅朋友啦，而家睇緊嘅觀眾啦 ，I love you all 啦。咁而當然啦，會有著數係俾翻你哋啦。咁之後咧，亦都係喺嗰個喺個 sponsors 方面啦。咁我哋其實而家同緊好多媒體啊，好多嘅無論係網媒又好，傳統嘅媒體又好啦，都傾緊呢個獨家轉播權。無論係喺個 show 嘅直播權啦，或者係個 show 前一啲嘅訓練啊、一啲轉播權啦，都係由我公司所有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都喺度傾緊。咁喺 sponsor 方面啦，我哋已經咧就傾咗兩間上市公司啦，一間就係包豪啦，483啦，咁一間咧就1161啦 ，Oasis 啦，咁去全力去支持我哋呢場拳賽嘅。咁我哋喺 marketing 啦方面咧，我哋係會正如啱啱所講係鋪天蓋地啦，咁去俾全香港一齊去共享呢一件事嘅。咁咧，亦都有日後咧更加多嘅 sponsor 咧，亦都可以協商啦。咁我哋可以揾翻我哋嘅公關同事 Ivan 啦，會介紹我哋公司同事阿譚靜啦，同埋阿 Athena 啦，仲大家去傾啦。咁咧最後啊，講少少我自己對呢件事嘅，即係我自己拳擊生涯啦。好多人話我職業拳手，其實我唔係嘅，即係我係一個 world class 嘅 gamer， 但係我打拳咧，我係手腳唔係好協調嘅。咁亦都係好多人咧，成日上網都話喂，我最近係身形唔係好好。咁我係認嘅，我最近都係有少少肥嘅，因為我一年幾係冇做運動。咁啊，2018年嘅時候咧，我第一次參加我呢個慈善拳賽。咁我嗰陣時練咗4個月啦，第一次上擂台，因為我手腳唔係好協調，但係好勤力咁去練啦。咁啊，打咗三次呢個比賽咧，之後我基本上都停咗一年噶啦。咁我相信林作咧會係我咁多嘅對手裏邊咧係最渣嗰個，但係咧我亦都係會用盡每一份心血啦，去好尊重呢場賽事咧去練好。雖然佢會重綁過我啦，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咯。Like as I said, I'm a hurting bad. Like,我亦都係會喺台上邊，我係會揼佢啦，我係會羞辱佢啦，我會令到佢好難落台，咁佢俾人抬出去。咁好多人亦都問我啦，即係喂鐘生，你打開拳你咁會唔會恰阿林作啊？唔搞其他嘢啊 ？I'm the A side， 我恰佢咪恰佢咯，咁啊點？我係恰佢。咁最後啦，呢件事咧，我係收到啦，好多嘅朋友，好多嘅同事，好多嘅長輩嘅朋友，同事嘅朋友。咁亦都係喺各行各業啦，無論係媒體啊、影藝圈啊、幕前幕後老闆咧，都係非常之支持呢件香港最大嘅盛事啊！咁大家咧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嘅享受。我相信呢件事搞得成咧 ，which 而家係搞得成啦，會香港人近呢幾年嚟啦最偉大嘅盛事。No bullshit, let's go！ 林作阿 Jo 同大家講兩句啊！喂，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嚟到呢度啊！我同意阿 Derek 兄嘅講法，即係呢個係一個體壇娛樂盛事。既然大家咁想睇，我哋就打俾你睇啊！咁啊，本人從來都未練習過拳擊，冇參加過比賽，有做開運動，都係踢開波。西洋拳就聽講唔準用腳嘅啊！咁啊，我覺得未來幾個月咧，我今日帶俾香港人嘅訊息只有一個：香港始終都係避免唔到分裂㗎啦，啊一左一右，啊一係就你係投票俾鐘生，一係就投票俾林作。咁大家諗一諗，我哋遲啲進行一個公投，究竟全城我哋主要層邊？我相信我哋係代表住香港普通老百姓，啊呢一場係一個普通人對權貴嘅比賽。咁啊，希望我可以獲得大家嘅支持，好嘛？嗰1800個佢 YouTube 級嗰啲 follower 咁啊，算啦，由佢啦。香港仲有700多萬，好嘛？今日嚟 out support 嘅，嗱、啊，講一句公道説話，多謝阿鐘生舉辦呢件賽事，呢、這個100萬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。對於一般人嚟講，可能100萬唔算得係乜，但係100萬咧，
譬如話已經可以醫到一個大病，咁所以對我嚟講呢一百萬咧係我旁身嘅醫翻你個腦啊，一大嘅呢個好重要嘅嘢，係嘛？所以咧多謝，喂各位放心，呢度咧都同阿鐘生同埋係大家俾個承諾，上台打得咧就唔可以唔交貨，我哋唔係諗住上台累低嚇、啊，我係上台令到對方累低，咁啊本身咧。啱開始係有少少即係諗住未必應戰，因為打輸得三十。但自從佢話打贏打輸到一百之後咧，個精神狀態就唔同啦。跟住之後再發覺，經過雙方嘅呢、這個談判啦，發現對方應該真實嘅呢個目測身高係167或者169，咁打得啦。咁呢個身高係敏感數字係 OK 嘅。另外就係體重咧。唔好睇我即係唔係好高大啦，即係都瘦蚊蚊咁樣。原來我都成70公斤差唔多。咁喺拳擊嘅呢、這個即係專業水平，好似算中量級係咪啊？中量級㗎都。咁所以我係覺得有信心，即係除非佢增肥都好緊要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應該重啲、大隻啲嗰個有好處嘅，係啦。所以大家萬即係呢個密切期待啦，好嘛？咁啊諗下大家打贏佢之後，我哋香港人點樣上街慶祝，好嘛？補充一點啦，你唔使只要玩嘢啦，即係好多人都話林作咧係會上台即刻投降啦。咁我哋 production house 咧，Joshua 都同我夾咗咧，啲大家會買飛啦，使咁多錢嚟買飛啦。而林作一打完咧離場嘅時候，會經觀眾席嘅，即係只要你一上台，你試下投降，我相信你離開唔到個場館咯。呢、這個放心，我已經係揾咗一個厲害嘅師傅，下個禮拜開始加操。好嘛，咁我亦都係食腦嘅，所以喺呢個策略上面咧，已經開始着力研究，咁啊，會帶俾大家一個精彩賽事，呢個係大家可以放心。好啦，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請兩位影一影相啦，我相信大家都會想。咁兩位先企身就望住鏡頭啫，咁握手啊嗰啲話。你好啊，我想問一下咧，咁如果係阿 Jo， 你會唔會尊重翻賽事都嘗試去減磅，同埋你攞咗100萬之後會點樣用呢？會唔會真係會去睇下醫生定點？我係100萬一直係有我個用途嘅，就係擴展自己嘅事業版圖啊，都係從長遠嘅呢個角度咧去改變我自己身在嘅行業。至於呢個尊重賽事咧，就一定會噶啦。咁因為我哋合約傾定咧，就大家可以按照大家磅數嘅，咁計翻都公平嘅。最緊要係即係打到一場精彩賽事。我會咁講，一定會認真打，希望打贏，好嘛？信心有嘅，做嘢好少冇信心嘅，我好有信心。咁啊唔係呢個老實講，多謝鐘生俾到足夠時間去練。如果你話聽日打，要奉獻出一場精彩賽事，不敢保證。但係你俾到時間，我哋而家 set 喺九月中咧，咁九月中咧，林作就會一個不同嘅人啦。我同你講，我話到時就會變成一拳手 ，little piece of shit into big piece of shit。到時就周街挑機啦，啊，咁誒可以賺唔止100萬，可能成1000萬，因為好可能好。咁你一文不值咯，冇我係一文不值咯。唔係你冇我係我，你先係評估你個價位咯。冇我係一文都不值咯。我仲有我媽嘅，我媽冇你阿爸咁有錢，都有少少噶，大佬都值少少嘅，係咪先？啊，不過呢、這個係啦，啊就係、是、咁。好，仲有第二者，第二位記者嘅提問。林作你好 ，Derek 你好，想問一下，因為依家拳賽係九月中舉行啦，咁林作你本身冇即係打拳嘅經驗，你覺得自己喺半年左右嘅時間係咪真係夠經驗去上擂台去比賽呢？我出名係上手快嗰啲嘢啊，咩行業一開波就掂噶啦，踢波又係好快我叻噶啦，咁所以拳呢、這個我諗我下個禮拜開始都已經可以有啲嘢攞出嚟俾大家睇啊，咁最近亦都煲咗好多唔同嘅拳擊嘅電影啦，啱唔啱啊？首先你要睇何金銀先啦，我睇完啦已經，啱唔啱啊？所以今日著到成個大師兄咁，因為我諗緊我大師兄，你唔好以為我係何金銀 ，OK？講嘢好笑唔代表唔打得嘅，就好似踢波，大家以為水平，尋晚先入一球係咪阿鐘？係。連續兩場比賽入兩球，喂，運動細胞呢啲嘢改變唔到嘅，明唔明啊？賽話係任何一個地方都係我個擂台，所以呢個冇乜擔心。阿鐘，咁你話請咗師傅係邊個師傅啊？可唔可以講下？我請咗向柏榮師傅，向柏榮師傅係我知道阿 Derek 都認識嘅一個師傅啦，咁呢個水平非常之高，佢都好認真。佢都同我講話，如果唔係認真打就唔好揾佢。我同佢講，我認真打，所以佢肯咧係呢個支持我咧，係幫我練拳，係啦。咁啊，向生嘅呢個水平好高
我一向同性向嘅比較關係好嘅，都係總之呢個係啊，都係性向水平非常好。我哋已經係決定好快投入啊嚴格嘅訓練啊，下個禮拜開始。如果我真的認真打咧，十秒就 knock 佢啊！但我係 as I said， 我成日都講 ，I'm gonna hurt him， I'm gonna humiliate him， and I'll fucking break him。亦都有會員想問咧 ，Derek， 你會唔會打死林座？咁我有向師傅同佢操，應該唔會死嘅。但係即係我本來諗住揾殯儀館嘅 sponsor， 但我相信輪椅會好少少。佢嗰個陪心陪身嘅嗰個會員裏邊有。漢奸，我呢幾日有啲嚟揾我話係佢會員，但係佢撐我。收皮啦、啊、你！市面上有好多人都係撐我，好多謝大家。我話呢啲片段，即係我真係想問咧，即係我代啲記者問啦，你啲自信邊度嚟啊 ？send 嚟，你啲自信邊度嚟啊？自信係 you piece of shit， 你啲自信邊度嚟啊？你冇照鏡嘅時候好蒙羞啊！我嘅成就就係唔需要啲咩成就都可以坐喺度。我喺唔係咁我覺得有樣嘢係真嘅，即係全香港啦，兩個人咧。是會值得七位數字甚至八位數字被人打，其中一個坐在我隔離咯。另外嗰邊嘛，嗱，總之咧，我咧迴避問題啊。總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係榮幸，唔係講真啊。今日好感恩嘅啊，但係我希望我嘅存在俾到香港咁多普普通通嘅男士們，甚至女士們啦，主要男士們聽。如果我可以，你哋都得，好嘛？我就係人生勵志嘅，或許我哋不能做富三代。人人都可以被人打，冇錯啊！同人打交隻抽是我哋嘅各自自由，我會捍衞嘅，啱唔啱啊？只不過出場費你要計清楚，有一百萬打硬，三十未必啊！咁但係即係好簡單，佢嘅人生啦，即係無論讀咁多書、做咁多嘢都好啦，就佢今日就可以坐喺我隔離咯。That's all， 因為佢即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而佢嘅價值就係被人打咯。所以讀多啲書，如果係成功嘅。你做到才子都可以一樣同我咁樣有呢個身格，好嘛？啊，咁啊，勵志嘅，我覺得呢個故事啊，我覺得好正面。仲有冇記者朋友想攞咪問？如果冇嘅，大家都可以慢慢。哦，可以。林生啊，之前中山開直播，其實都講咗係因為見你無恥辱為民除害先打出你喎。我想問下，點解你會覺得你係讀得多書，所以佢先想打你嘅？我覺得如果有個普通爛仔，佢冇咩興趣嘅，啱唔啱啊？佢都唔會日日周圍同人講話，我要用一百萬打你啦，係咪先？咁佢咁睇得起我，絕對係我榮幸啦。即係呢一方面，我係打從心底地感激嘅，係啦。其實各位都想講，應該我人生最大嘅成就就係今日呢一刻，所以都好感動，我好開心，好嘛？啊，如果人生臨作喺2020年3月5日之前係冇成就，今日有啦。多謝我問了一條陪審陪審會員的問題，各位記者朋友就可以挨前一點，不用麥克風去問。有個會員就問 Derek 驚不驚臨作爆音毒踢你的重要部位，驚不驚他使出猛招去對付你。你這記者朋友你 zoom 近這個樣子，你覺得這批屎我做了什麼出來？這批屎有沒有機會在台上面，即是他用任何音質我沒有突爆他？ 你 zoom 近一點，你看看這個樣子，你看看這個樣子可以在台上做些什麼出來？And look at me, I'm a fucking champ. 好啦，咁記者朋友可能未必想攞麥問，咁可以即係如果有咩想圍埋少少問嘅，都可以慢慢靠前啊。咁我知道大家啲 cam 都要喐。阿叔會立定遺囑啊？冇，買多份嗰個人壽同危疾，保險最實際。乜保險會賠呢啲上擂台俾人打死、超過生死狀嗰啲啊？人壽。賠唔賠啊？你話你瓜柴啊賠嘅咧，大佬。咁你屋企人有冇決定係即係投保或者係即係諗清楚先啊？因為始終你身邊嘅人都好關心你噶嘛。我媽比我更加睇重嘅100萬啊！佢好希望我打，同埋希望快啲打。佢今日以為係我嚟打嘅，所以佢坐咗後邊。咁我覺得我屋企人唔係好中意我。唔緊要嘅，有邊個中意你？我想問。温暖啊，香港。有邊個中意你啊？好多人中意。邊個中意你？咁我都有個女朋友啊嘛，大佬，唔通佢唔中意我咩？我隻狗都好中意我啦，我隻狗好好噶。阿祖，你講到100萬咁重要啊，不如打疫苗咪快啲咯，可以。
打疫苗100万收啊？收200收200，系咪可以坐低？而家政府系咪同我讲啊？帮我打支疫苗，俾100万我先，俾我打啊，系嘛？俾200更加打啦，系咪200万落我袋先？个人一个系咪先？咪但系打针唔好玩，打佢好玩。啱啱講過啦，因為場地啦同埋限聚嘅關係啦，咁我亦都係唔會想少任何一個人嘅，即係今日好多謝咁嘅記者朋友，今日特登山長水遠入到嚟啦，咁亦都有好多嘅會員支持啦，有好多朋友支持呢件事啦，咁所以會同我哋 production house 夾過同場地夾過，跟住之後咧就會一定有著數去益翻俾我嘅會員啦。